寿司，寿司啊！假日，假日，假日就是要吃个寿司。放假，终于不用早起啦。是我。哎，中午要去接儿子，也是没有办法睡到下午。你想一下大家，你想我们睡到下午，好意思说？你会过来吃东西了？小庄过来吃东西了。我想说，怎么今天有个味道这么重？那是泡菜。啊？不要泡菜。哎，对了，我闻到泡菜味。我今天现在才闻到。快点，喝汤。抓我吗？他听不好了。哥哥帮你好不好？你要干嘛？他那个这边。他那个是坏掉的，那弄不起来。味道好渴，有甜不甜？西瓜甜不甜？想要喝汤。笑一个。哦，最近那个，来，我帮你挂好东西好吗？你要跟我讲什么？确诊，已经扩大到新双北，双北。狗狗是小医生吗？再加油！大家真的要加油啊，不然这个过年大家都不要出去了。这个是要放在，对不对？再这样下去，你看我们过年，这个年货大街就不能去了。然后呢，花灯就不能去了。是吗？这个怎么办？你有吃吗？这个？去年有元宵吗？有，去年都有，因为去年的有疫情，但是我们疫情在严重的时候是五月嘛。嗯啊。对。这个。嗯，很好，牙齿没有。嗯，泡泡不错。是哦。嗯。嗯。没有，我们这个不要放这个，我们这个要放这个吗？哥俩跑去玩玩具，好吧。你刚好吃麦当劳。今天一样，刚送完那个草莓跟樱桃。要买它要快一点，因为越接近要过年，我就不会送了。所以很多朋友要送你啊，干嘛的？嗯，对啊。因为今年樱桃真的是，今年樱桃真的是比较贵。对。因为空运的那个费用很高。真的。因为我的草莓品质真的是很好，可以拿来送礼，真的是很棒。很多朋友都拿来送礼。我的吴小姐就跟我讲说，谢谢，谢谢我让她超有面子。真的、哦。她说她就是这个草莓的品质好，看起来又漂亮。来，哥哥要看一下。送礼就觉得很有面子。这样。来，哥哥帮奶奶看一下好吗？所以他那过年前他一直如火如荼的一直跟我讲说还有谁谁谁要送，大家知道吴小姐是谁吧？自己猜，下面留言看大家可以猜得到。然后我们接着要拿，不会是吴怀忠哦。拿这个时候要拿这两个，然后如果有牙齿蛀掉的时候，你就要这个剔拔出来。现在这三个。哦，小金姐她女儿也很爱我们家草，每周都订一个。真的。牙齿坏掉时，你就这样哈拔出来。他就是孝子。我们也差不多是孝子的。谢谢喽，烤布丁。然后，就是，然后吃起司还是没有起司。嗯，然后是气势还是没有气势？哥哥，啊，虾子上面有气势还是不要气势？要啊！哎呀，大家看这个画面。哎呦！哎，武装给大家看，武装。
哪只鸭？两个我吗？来，这个送到我这边，送到干锅。好可爱。也就是带反的，那个钩钩在上面。我生病了，那个。人家送了一个送小尤娜一个那个小学生书包，医生组的那个医生组，然后它是像 mini， 它可以就是随身，很可爱。我说我跟你说过来一个，那尤娜进来，对。你要小心下。啊！造型真的很重要。它这样超可爱，它这样。造型真的很重要。我爸爸我们不可以用。热是不是？嗯，这个都出来。嗯，好吧。四颗。三。啊，头太大了。好。哥哥。这也是变色的一个。嗯，那你吃那个珍珠奶茶的。蒸蛋。这个等下再吃，你先吃这个。三十连抽，必定抽到。我没。他好像。大姐。今天该去买泡菜了。没拿大金呢。那种啊。先吃好。想吃泡菜啊。先吃那么好，想说吃了烧了。今天我们是57。你看得懂？还有17。嗯，57呀、啊。那是境外，11本土，57境外。哇。那越来越多，就是我们到处各个地方都有人确诊，现在每天报哎、欸。嗯。我怎么觉得这个 cheese 是把那个，就是只有 cheese 跟这个的，把它 cheese 拿下来放到我那个上面。基本上是这样。他们的秘密都被你发现了。那个 miso 汤怎么样 ？miso 汤。对啊。好，你们加油吃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！医生刚下班，哇！果然是医生，下班毒了。对，下班，而上班很辛苦哈。真的，他今天很努力工作。大家拜拜。好，拜拜。